我订好餐厅，要替你过生日。今日有真侪人要替我过生日，我无闲。那也真简单啊，别人约会莫去，跟我做伙。真个，这二十几年来，你的生日拢是咱做伙过，今日嘛同款。好啊。而且，真个，这是咱主持人的优点。我个人希望，咱能好好保持落去，好无？我等你。老爷，拜托一下，卡手较紧个啦。会啦，伫咧赶啦，总诶。你这招聘的工程比广告卖出较高工的，就是安尼，唔只会请来给我倒扫工，谢谢啦。喂，雷霆啊，四姐，我想要请你来阮家，我要替你过生日。多谢你哦，啊不过拜托的啦，我袂占伤侪时间，啊我遐朋友吼，拢就想要甲你见面的呢。雷霆啊，我甲你当卖去啊。你今仔若是无来，伊一定会足失望的，啊，我嘛足失望的啊！拜托你啦，你来好无啦？好啦，我嘛应该去多谢你爸爸，搁花三年的订单，我睡觉。只要你有心，你的男朋友一定会超感动的哦。希望是安尼啦，一定会啦。我若是你的男朋友哦，我一定马上甲你求婚。姐姐，官员，欢迎欢迎，来，妹妹，你把鞋拿好。哥，姐姐，哥，你到今晚再来啊？我等真久，被先生打扮了，去等我一挂时间呐。哎，真瑶，今仔日哦，嘛是你的生日，小等做伙做个两个哦。我今仔日是来做客，恁男朋友才是主角。哎，一定是伊来啊，我来开门。敢若足侪人诶，哪有啦，才三四个人尔。啊，你著讲你惊生分啊，所以我拢请一挂好朋友啦。要若无哦，像今仔这款场面，只毋若安尼尔咧。多谢，你足招待。我内底有一个朋友吼，伊嘛是今仔日生日呢。我想讲，大家做伙做啊，安尼你较袂感觉无聊，我袂感觉大家拢伫咧注意你啦。行，去吧。雄雄就要走了，你生气啊？无啦，我既然所有人拢分做伙，归去甲大家见面。你若是无欢喜甲遐尔济人做伙，啊那无我陪你出来行行好无？变啦，安尼对你的朋友歹势，等你来。来，我替你介绍。这个啦，这拢是我的好朋友啦，杨静玉、王光远。你好，王光远。本世杰，你好。
这是沈雅芳、冯灿东，伊两个是阿婆啦。那也拄好，啊，恁两个拢姓冯哦。丽玲啊，你拄则毋是讲某一个朋友生日啊？啊是倒一个？就是伊啦，静玉。真欢喜，甲你讲一讲生日。我嘛是。世界。啊，我敢袂当叫伊世界。没问题啊。来，坐坐坐。你是刚生日哦，是丽玲替你过啊。真有会生日，是阮哥哥替你过哦。哦。安尼看起来，王先生甲廖小姐应该是男女朋友啊。我嘛是安尼希望啊，啊，不过真瑶到即摆也袂答应我咧。今日的主角是王先生，咱大家讲伊就好，莫讲我。是啊，丽玲啊，而且我们既然拢到啊，咱是会当开始切鸡蛋糕啊。啊，我来提鸡蛋糕。雅芳，来搞大三工。是哦，我嘛去搞三工。你饮料要加一个无？我来提饮料。我来给你打茶缸啊。好，来。丽玲，去跟伊讲话啊，要好一个人徛伫遐嘛。伊又唔讲啥鸡蛋糕，还袂吃好，我来就好啊。多谢姐，生日快乐！多谢。一杯给你。啊，谢谢。真好。再见。咱来外口开讲好无？哦。四姐，你今仔请来。我是足欢喜的。迄个替静瑶过生日的王光远，敢真正是静瑶的男朋友？光远伊是你追求的静瑶啦，要毋过即摆发展到安怎，我是毋知影。是讲哦，静瑶应该是无讨厌伊啦，要若无，伊来肯和光远替伊过生日。哦，安尼看起来，迄个光远情敌，敢若袂少？可能哦。哎呦，情侣条件遐尔好，追求人当然嘛多，这嘛是正常的啊。哎呀，我煞袂记哩，你是寿星呢，怪袂食鸡蛋糕，我来提给你哦。多谢。哎呦，这年纪就各自带开啊。寿星拢爱袂食了鸡蛋糕，来吃一下可以。丽玲，你过来一下，我有话要甲你讲。哦，来者。我有一个代志要甲你讲啦。哎，有什么代志啦？这么神秘。王世杰是灿东伊刚要告白的小弟啦。啊！叫伊大声啦！灿东伊阿妈过身的时阵，我有伫个病院拄着伊啦。也毋过，伊兄弟的感情敢若无啥好呢。啊！我先甲你讲一下啦，卡片到时阵你讲唔对话，多谢你啦。哎，亚芳，那你讲，你应该加减啊了解彭世杰。哎，伊这个人到底是安怎？
我看到伊的时阵，我嘛惊一下。阮根本就喊你见面嘛。静瑶，祝你生日快乐！多谢你。等下，你敢有闲？要创啥？因为今仔是你的生日，我想讲，你若要去倒，我拢会肯陪你。小等再搁讲好无？哦。对啦，光源，就拄仔好着拄着一个甲我同讲生日的人，我过去甲伊讲一声生日快乐，好无？阿婆，你甲灿龙甲这游戏的资料做研究者，无你甲明仔载爱向总裁报告咧。今日真无聊啊！是啊，我本来今日啊，我无想要来。细杰，真瑶，这样，生日快乐！想袂到丽玲讲的男朋友竟然是你哦，奈拢唔捌听你讲过啊。啊，就普通朋友啊，有啥物好讲的？普通朋友，人丽玲是足认真的呢。阿哥，我对伊的态度真普通啊，我给伊的答案嘛真清楚，阮两个是根本无可能。今日若不是伊一直甲我拜托，我根本都袂来。啊，对啦。听丽玲讲，你即马已经开一间公司，是一个大头家，规模阁真大。啊，好运啊！这嘛是因为你的一句话，所以我心里做了袂歹。我的一句话。在我上落批的时阵啊，你甲我提醒啊，我手内底的股票、保底卡会当把迄间公司接手过来。你确实把迄间公司接手过来啊？是。而且愈做愈好。外面的空气确实是袂歹。我拄则本来要走啊，就是行安尼啦。我就上讨厌的人啊，无爱睬伊，搁袂用的。我说，讲实在话，你讨厌跟我讨厌完全同款。真个，外面的空气虽然是袂歹，俺不有一个讨厌的人徛在遮来破坏气氛，哪是特别好？啊，不过我感觉，遮气氛真好啊。彭振东，你敢有听到？我甲静瑶伫遮气氛拢互你破坏啊！请你离去好无？莫伫遮甲静瑶勾勾滴啊！伊的好阿母啊，搁伫个内底，你无离去陪伊啊，等一下，恐惊会无头路。无识个，你莫伫遐鼓笑皮无会，咱两个是兄弟啊呢，咱心上头的火有一半是共款的。真不行啊！咱两个同款的迄一半，都是咱两个调皮好野人查某囝。王灿东，今日是世界甲我的生日，我请你莫惹代志好无？惹代志不是我，是彭世杰。彭世杰，其实你跟我白乱呢。你老爹的资格来提出吧，
就算我烂，我唔了那，比你较高尚，因为我无忘恩背义，当初斗阵二十几年的女朋友。掉。金瑶，你别跟我解释，你跟丽英解释，我不是跟你的主人。哎，你两个是安怎啦？头拄仔好好，那雄雄冤家相拍嘞。丽丽，是嘞。哎哎，丽丽，丽丽，慢摇啊，把代志问清楚。我看哪讲，伊是你的小弟呢，你现在做袂当小娘去嘞？现在我爱刘仪，你讲啊，现在我爱刘仪，赞同啊，无你代志啦。唉，早知影就莫找伊来。好佳哉是阮爸爸妈妈无伫个，要哪无啊？若是叫因知影，伊即世人就免想要踏入阮家一脚步啊啦。就是安尼，你才无需要生气啊。真哟，灿东甲世界是安怎要冤家相拍嘞？啊，我哪会知影？当我看到因的时阵，因都硬在冤家啊，讲无两句。都拍起来，无得卡，就参照你讲的，因兄弟仔感情本来就无好，可能厝内嘛有啥物问题啊。丽玲，是的啦，我拄则无应该骂你男朋友啊。静瑶，你莫安尼讲啦，啊害你的生理变作安尼，我顶多感觉对你就歹势咧。哎呦。你两人哦，莫安尼，歹势来歹势去啦。因查某人冤家相拍，拍煞来做因走，留咱三个查某人伫遐感觉歹势，替因烦恼。我实在唔知影，嫁伊款翁，交迄个男朋友，到底是要创啥？好啊啦，好啊啦，恁两个人莫遮尔怨叹啦，好不好？一个生气。啊，一个伤心，无安尼啦，我替恁两个人去甲迄两个人找转来，啊，到时阵恁才家己偷偷去甲因算一账，安尼好无？亚芳，亚芳，哥，你哪无甲钱有斗阵啊？伊讲要甲灿彤个世界找转来害你，亚芳，你敢问灿彤，因厝内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是安怎两个兄弟一见面就要冤家？我问过啊，也毋过伊大概愈讲愈生气，后来我嘛无啥物问啊，若无我甲伊嘛爱冤家啊啦。你甲灿彤两个人常常冤家？我甲灿彤，无啦，对啦，你甲静瑶嘞？你的感情即摆安怎？还是同款啦，你心肝内想啥，我拢约袂着。是安怎？世间代志拢是安尼嘞。亚芳，你讲这句话有啥物意思啊？丽玲，无法度了解世界伫咧想啥。
你也无法度了解静瑶伫咧想啥。是安怎男女之间这样复杂，总是有一个人无法度完全了解另外一个人心肝内底咧想啥。喂，灿东，你伫倒位啊？好。为了你的生日，我从这间餐厅拢包来。你看你要请坐内面，还是想要坐外口？在你拣。我是要来找你回去的。王先生，请问你要坐倒位？我替你安排。你看你要当时要出差。我要看这位小姐。我无要跟你吃饭啊。真歹势。我想先跟这位小姐单独讲一下话，麻烦你全部留心落去。哦，好。怎么？先别再讲。亚芳在等你回去，先出去好不好？我不等你。就算我要回去，那是因为我自己想要回去，绝对不是因为你叫。那不是因为亚芳叫我，你是闹错过来啊？阿妹，因为我无欢喜，我无欢喜看到光源，跟你出出入入，我无欢喜看到世界，跟你哥哥的，我更加无欢喜，看你接近任何查甫人。那是你的代志，我要跟什么人做伙出去，那是我的自由。你无，你无任何的自由，因为你感情这方面，你是我的。你袂当接受任何查甫人，因为我需要你。但过你放心，我嘛是无自由，因为我爱你。志强，咱搁再重新开始好无？我早就跟你讲过啦，咱两个人早就结束啊，是咪安怎重新开始啊？讲啊，啥都袂用的。静瑶，你若真正想要结束咱两个人的感情，就等于是结束我的生命，你知无？今仔饭餐堂，伫个公司创造我的事业，过看别人的梦想，我已经真痛苦啊。等你出来，别看我丢人的目色，我更加痛苦。虽然我知影讲，亚芳伊是爱我的，但我唔知影为虾米，我就是无都控制我家己的情绪，我就是甲伊发脾气。啊，不过你知无？特别我甲伊发脾气的时阵，我嘛真痛苦。知影，娘厝我细汉就咧创地瓜，我细汉的时阵，处处都会看本家的梦想，来拖累阮妈妈。即马大汉啊，我嘛是感觉爱看阮丈人的梦想，拖累你，我拖累亚芳。
那是你家己的选择。你是会当怪什么人？我并不怪什么人，我可能是希望让你了解。我想跟你做伙，我才能讲出我心内话，讲完就跟你做伙，我才能找到在我人生中唯一的温暖，还够快乐。你即马讲到这尼啊，使人感动，是会当安怎？你即马把我留在这，叫我陪你吃饭，是阁会当安怎？吃完、讲完，你嘛是爱回去夜房的身躯边。就算你痛苦，就算你不甘愿，是阁会当安怎？所以莫讲啊，啥物拢莫讲啊。回去恁厝，回去亚芳的身躯边。锦娇，留在北国好不？阮爸爸在厝里等我吃饭。锦娇。锦娇，留在陪我好不？哇，少啊，你那做客真澎湃啦！那哪有啊？啊，敢不是当年拢安尼同款啦？是讲我来到台北吼，我较无熟啊，迄菜车嘛对吼，没有乌猪啊，迄款无，迄猪脚来卤嘞，唔只会赞。今仔欠一味啦！哦，阿想到你讲的迄猪脚，我就流嘴啦。因为我才要来讲吼。啊，真叫等伊才会回来。啊，应该是得要回来啊。哦。可能是公司无闲啦。来来来，咱坐遐搁等一下。安尼吼，可能较晚，安尼爱较吃会快。哎。好。哎呦呀！还是你先啉些茶。安尼，哎，哎，好嘞。还是你去开好啦，我来坐遐。小美啊！各位，我跟你讲，杜晓。校长，像你阿弟啊？哎，是啊，啊，真个哦，从细汉到大啊，每一年生日，拢是笑云替伊过啊，啊，今年嘛是同款啊。哦，哎，啊，啊，你我这个鸡卵糕，唔得加买啊？无喏，这我才想讲食饭饱吼，来去串鸡卵糕啦。啊，你即马买来上拄好啦，真个足爱食鸡卵糕的啦。吼，啊，迄落安尼，诶，水做诶。啊，真热嘞。啊，还袂转来啦。哦。嘿，啊，啥？这个。阿姨。啊，这今嘛对方人这么是安怎哈？敲断伊啊。哈。等下哦，过来警察局做笔录。我今仔要办什么手续，所以敲电话给你啊。阿姨是嘞哦，我伫台北无什么亲戚，所以请你过来。赶紧啊，才客气着。啊，即马人平安无代志吼，上较重要啦。是讲，恁来向弄着？为着要钱哟。钱叫？
谢你看了。你卖你妈啦。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善东，你卖力吗？回去好不？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快搁啉落去好不好？好回去啊，亚芳在等你，伊在厝等你。啥我来啉酒做伊拢无？啥我来想要跟伊祝伊生日快乐做伊拢无？你敢一定要安尼虐待你家己？我唔是虐待我家己。我是个你，个老师，阿哥教妈妈忏悔。这个你知影无？在我心内，在我心内伤心。上深、上深的所在，我永远在等待，等待你原谅我。忏悔，也代表我对你的心意。你敢知影？现在我要送你一个冰箱，因为我希望你能永远、永远、永远。我过几天辛苦逼。冷战东，你放弃我，你伤害我，今嘛？你说爱我来承担你的痛苦，你搁爱我，永远永远，把你藏在我的心肝头。想做，想做我这么爱怨恨你，我这么爱想你。现在我想要保护你，搁无法度把你放我袂记。你现在要离我较远点，我拜托你，离开我身躯边好不？我拜托你离开我身躯边好不？锦娇，你离开我身躯边走啊！锦娇，我袂，我袂再让你离开我身躯边，我袂。
我袂接受你的感情，我袂当接受你的感情，我袂阁同情你，我袂阁甲你挂在我的心上，替你挂心。就算你艰苦，就算你失志，就算你一个世界上消失了，那嘛是你的代志。我不爱，我不爱看到你，我不爱看到你，我不爱看到你。秦勇，你别过来！你自己做孽，你自己承担。拜托我落水，你拜托我落水，你离我远的，你离我远的。真心只爱你，无论谁人来阻止，永远分袂开。哎，歹势，哈你对我无用归案啦。莫安尼讲啦。哎，顶多希望讲恁定来去找我啦，还是讲卖定来为了这款代志才来找我啦。阿姨，其实你定定来我的公司的。我定来去你的公司。你定定来我的公司卖文具，伫咧林爱路三段。啊，林爱路迄间是你的公司哦。是啊。细个，你还定定要甲阿姨斗相共，我拢唔知呢。我怕你不肯接受啦，所以不敢跟你讲。你这个囡仔，愈来愈会晓想，无产就赞同安尼，甲当过这么啊自私，这么啊袂晓想的，是人足伤心的。阿姨，你莫伤心啦，今日代志是我唔对啦，我无应该出手拍伊。伊若搁较前头安尼高高低哦。你做你好，我甲驾驶拢无要紧啦。无你敢是我想伤济，造成大家的困扰。不是你想伤济啦，连老师嘛在想啊，莫希望讲尽量想我甲头脑死死的啦，莫搁甲蔡龙见面上好啦。啊，怎样安怎讲？唔听，想不怪啦。咱情况真无简单，才做我今麦这个经理啊，哪着为了灿龙来洗头路嘞？感情上哦，灿龙共辜负哦，啊，今麦事业哪着为了灿龙来受影响嘞？讲到真要啊，伊人唔知影走去倒位。今日我甲灿龙上班，你客家无吵啊，开手机也嘛无通，我现在就烦恼伊安全。我想听讲，伊会转去恁爸爸遐啦。阿伯吼，我倒去遐看卖。阿姨，那恁麻烦你啊。啊，他即马知恁是发生这款代志，我无紧个尽量找你哦，我嘛袂放心啦。无，我先来去啊，吼。啊，是这个人完了无？啊，即马就要赔对方医药费啦。了钱人无带就好啦。这个世界啊，哪甲以前同款，真懵懂。未啦，人即嘛真捌代志，个性嘛真顶到，事业阁做甲真成功呢。嗯，个性若顶到，啊开车哪会弄着人？啊，迄就因为，无啦。我等来。啊。真巧。大家拢伫个哦，啊，今即马转来，我甲菜烫烫个汤好食，来，我来烫烫个吼，南乡南乡，哎呀，你若到即阵才转来，啊，毋敲一通电话，无啦，我伫公司加班呐，我加班嘛，敲一通电话，甲爸爸知影啊，啊，个会好啊啦，真强嘛，真辛苦啊，你著卖个念嘛，而且今仔日是伊个生日呢。好啦好啦好啦，带念你今仔日生日啊，我都卖甲你念。啊，你秋凤阿姨啊，为了你今仔日生日啊，做下晡无闲到即马，啊，等下啊，讲谢谢多谢，啊，来这这。啊，唔过，
我不要啊。真好啊。无要紧啊，真容易袂枵，啊无先吃鸡卵糕啊，你一定足介意的。好啦，啊无我去洗一下手面啦，我先来。倒三缸，小丽妹，金娇，我有代志不方便在恁爸爸面头前跟你讲。所以才入来跟你插嘴一下啦。你讲啊。细杰跟我讲，在恁朋友丽玲因家所发生的代志啦。跟你讲这要创啥？伊在你丽玲因家门口等你啊，啊等无开车去叫你，摔弄着人。啊！伊即摆人呢？车下的代志已经处理好啊啦，连都哦，伊咧烦恼你啦。啊，你是咪用卡一条盖联络？那你我知影。真了，世界哦是足关心你的，所以伊讲的话吼。你都要加减听啦，啊！若灿东吼，伊讲话你拢莫甲信啦。这个囡仔吼，这世人是捡角啊啦。是好是歹，我家己要判断。好啦，安尼上好。多谢你。